大家好，这里是新东方的商城，这里呢贴门一块钱贴门，今天特价。怎么那么便宜啊？我们做广告。做广告哈？就几天哈？没有，这段时间可能都会有。一块钱太值了。这个进货我觉得也要一块钱吧？超过一块钱。超过一块钱的。你们这个店开了多久了？才一年左右。一年左右。这里什么都有哈，这个贴膜什么样的都有，都有，是苹果的都有，三星全部都有。好了，手机壳好了哈。这个手机壳有点复杂。这个简单。对，这里租金多少钱呀？租金2000左右。2000？对。这段时间疫情，这个生意好不好啊？生意一般般。你一直在营业哈？对。好。好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。手机壳这个，车里的香水。车里的香水。挂饰是吧？对。手背儿。他有一件的时候，顶他几天的啊，他有一种的，左边那些也像阿姨店，他有做，他有做机器。